住伫河滨镇镇平里的这谢小姐，讲是骨髓受伤的病友，一家四口在经济来源，除了靠着社会政府的帮助以外，讲嘛一寡哦一寡哦，撑住啊做手工艺来赚钱过日子哦。因此，这关于关偌千米，就甲河滨警分局以及爱心民众主动叫买，用行动来帮助谢小姐。坐轮椅的谢小姐串珠手艺真好，作品更加精美。但是谢小姐肌肉萎缩、脊髓受损，无法度坐久。状况好的时阵，一天才会当做一件。桌顶满满的作品，拢是伊用几落个月时间的累积。状况好就做一只。对啊。状况好只能做一只啊。村部这边不是就做很久了。快，这些好几个月了。关关热青米固定探访，无意间发现谢小姐有这项手艺，号召亲友认购鼓励，何必分局甲民众嘛发挥爱心，出钱出力，做回献爱。我想我们警察工作除了治安与交通之外，那为民服务、关怀弱势，也是我们工作一个主轴之一哈。我们特别来这边跟他加油打气。希望他往后的人生过得更好、更坚强。无，阮家算伫五条通的十字路口遐，啊，伊若会使伫阮家店面，我会使互伊摆，互伊卖安尼啦。提供一个场所，免费服务的场所，给他长期在那边卖啊，系啦，因为帮助人嘛，拢袂歹。因为他不懂得行销，所以做的东西留在厝内面哈。他刚好配合那个分局他们哈，他们也很有爱心，大家来一直关怀他。啊，以后阮就会讲秉持的说，家己买，啊，搁家己照顾。啊，有人要买的话，阮嘛会使来转手哈，家来家己摕物件去，因为毕竟哈，伊的行动不方便安尼。安尼嘛是家己鼓励，啊嘛吼也自食其力。如果闹这小事物有喜欢的话哈，真正会使来家己选购。谢小姐的家境无好，爸爸伫安养院，经济拢靠妈妈资源回收加政府补助勉强维持。一家人长期受到社会政府帮忙，真甘心，有能力会当自力更生，更加予伊对未来充满自信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、何碧采访报道。